早安。早。今天要干嘛？外拍。外拍去哪外拍？在实践大学那边。应该是拍不到。我今天来工作的，然后依琳来陪我，要陪一整天。各位观众，看看我带了什么。这个明明就我的。你的没错啊，但是是我拿的，没错。等一下，你们一定看不到他拿，因为都是我在拿。因为我在拍照啊。好啦，你比较忙，你比较忙，好吧？啊，我在旁边当机动组。对，帮你搬东西。他还没吃饭呢，都几点了？一点半了。我们约两点拍照。不是啊，因为我要从很远的地方来。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就实践大学明天见吧。拜拜。拜拜。不要录我吃东西哈，很丑哎。我今天穿得很帅，新鞋。有看上一支影片吗？上一支买的。有紧张吗？还好。还好。一点点。要酷酷的、哦，对呀、啊。然后我今天笑不笑？今天早上不是吗？要不要再喝点水啊？我等一下用。这个还不好看吗？没有不好看，我喜欢你笑。我也喜欢。我发现好多人都在拍照。实践的这个地方看起来也比较好拍吧？我记得它好像还有一面墙，也是蛮好拍的。一面墙什么墙？今天主题可以换了，原本是文文外拍的一天，改成依琳当小弟了。A few moments later. Oh my baby, got me staring at you. So I'm crazy. Watch you bend that back for me. We won't stop. Got your feet both locked. You get to flap with me. 住我们家还 OK 吗？还行。还行吗？嗯。还有什么问题，就是跟我问都可以。就像我今天跟你们聊了一些。对。那我们先走了。谢谢。拜拜。拜拜。拜拜。累吗？累吗？还好，这次还好，我觉得今天比较没哦，比较不紧张。我动作反应比较多。哦，动作反应比较多，有拍习惯了。对啊，我们到第三张，我们左边讲吧。我觉得这次真的是蛮成熟的，跟我以往可爱的不一样。啊、他把我拍得好白哦。这怎么让我想到冰糖西施？在你可以的妹。冰糖西施。你在干嘛？拍得很放松。对啊。我都不知道我刚有多进攻。飞机，赶飞机啊！现在是6点，我们赶7点的飞机，你还记得吗？都在看哪？现在有哪个机票，我就直接买。我就不行不行，我要去变超人了。变超人，变超人。没事啊，我演完了。